生活，来暗时六点至八点的时间，文凤甲医生为你主持服务。台湾看天下，浪奔浪流，眼泪偷偷讲碎，问不休，头前路。晚走偷偷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泪分不清风笑比忧，成功失败，浪泪看不出有没有，爱泪恨泪否，是大功一发不收，转千弯转千叹，眼泪平复始终真斗，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风笑比忧，心风起浮高。谢谢啦，美妈妈，谢谢那小璇姐，谢谢那丽梅姐，谢谢那刘美啊妈妈，谢谢那欧多爱游戏大哥大早快乐姐，谢谢那淑媛姐，谢谢那丽梅姐、丽庆姐、珍珠姐、吴远大哥啊、秀婷姐、邱大哥、金凤姐啊、月珠妈妈，谢谢，感恩哦。转千弯，转千叹，眼泪平复始终真斗，又有喜，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风笑比忧，遥遇分不清浪，在我心中起伏。在我心中起伏高。来，谢谢爸爸妈妈您的捧阿虾，谢谢新北的月珍姐、刚虾丽、文员大哥，谢谢 Yuli 阿 Z， 谢谢地震大哥、阿梅阿妈，谢谢。来，所以来继续文风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你好，我台湾的，我他妈几十个。好来哟、哦，爸爸妈妈起来摇起来，荡起来，啊，好地荡起来，啊，小地震大哥啊，谢谢百合姐，啊，文宇大哥谢谢啊，来丽梅姐谢谢。来六点到八点，哦，一三个不能不带好，我主持秀梅姐、熊哥，啊，小学美女谢谢，来月莲姐谢谢。珍珠姐，世间の噂を気にして生きて、幸せやれないこの辛さ、この辛さ。男の心を優しく濡らす、お前が愛しいよ。若まま言うが、強かり言うが、許しておくれよ。ああああああ、裏まちしくれ。谢谢小璇阿 Z， 谢谢灯某大哥大嫂月莲姐，谢谢玫瑰阿 Z， 苏林素月姐刚下哩，谢谢大寮的秀琴姐邱大哥刚下。
小浪家妈妈丽梅姐。私の命はあなたにあげる。言われりゃ男のこの辛さ、この辛さ、女の寂しさ包んでやれる。お前には旅立ち、愛しているよ、抱きしめたいよ。今夜は濡れたい、裏町しぐれ。苏阳，谢谢啦，满街大枝头啊，感谢你，谢谢咱小轩阿姐，谢谢瑞兰姐，谢谢有心大哥大嫂，感谢，谢谢秀兰姐，感谢你哦，尤里阿姐。谢谢文员大哥哦，丽梅姐哦，默默的捧阿虾，谢谢阿美妈妈，感谢。继续好听的歌曲，乌拉玛子是古勒。罗吉乌拉，高吉诺，纳萨克罗阿卡。この辛さ、この辛さ、疲れた心に安らぎくれる。お前の真心、二人話はしないよ、裏町しぐれ。谢谢，感谢金凤阿姨，谢谢桃园的秀满姐，感谢爸爸妈妈的妈妈的金爱婆阿香，谢谢文山的李妈妈，正风大哥，谢谢。来哦，爸爸妈妈，大家们，大家好！欢迎看漫画，欢迎收看咱的《台湾看天下》。我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一闪。我是惊了红毛面从来不闹。是的。哎，今晚介意多谢咱爸爸妈妈，给咱准时收看加班时间，陪伴咱大家。嗯。好康好胜的，免出门就知影听俩书。啊，这边接电话，这边来进行咱精彩的单元。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。关心着这几天个空气，你出门未受气？来吃饭配风景啊！第一张图咱看一下。好的。好。哦，这个天鹅湖又来啦。爱心。啊，所以哈啊，很特别啊的一个地方。哦，看了知影哈，春天也会得开啊哈。啊，所以这两天哈，要赏花，台湾的花真正非常的多啦。对对对。哦，有啥咪花今麦在开呢？哦，太多了呢。枫林木，麦当劳。枫林木，樱花。对。哦，啊，搁有一种吼，就是炮仗花也在开，还有九重葛也在开，还有紫藤花季啊，嘉义紫藤花季也开始啦。啊，淡水毛节所在嘛是有紫藤花，搁有呢，咱呢啊，台北桃园的海芋。啊，也开始哈，海芋季也开始了。对，阳明山那边。对，哦，所以大家哈，拢开会非常的水。哦，所以迄间不拢有哈，啊，这个请特派员小峰峰啊，去啊，这个操练啊，招锤这些麝香木，有无？哦，所以麝香木还可以开很久的。我们有一段麝香木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先给你看一下哈，啊，高坑哦，操练的麝香木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一下。哦，林芝啊，这位这位来开戏，好，跟着我们的脚步吧，慢慢的走吧。这个小径这样子。那一天看的是另外一段，这是另外那一段啊。哎，
哇，搁有车起来，哎，当地人因兜啦，无管伊地迄无啊，哎，对不对？哇，哦，哇，所以你来看，哦，真正啦，真正哦，嚯，哎，这个赞哎，哇，你看这满满的，有人在赏花了，啊，有喏，嗯，哦，这就是下骹靠啊较侪人遐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。哇！我来将来去完美照。对嘞，为人吼，佮搭迄个炸一大堆鸡丝嘞。对呀。哦啊，服装佮换滚啊，输的嘛有嘞。啊，这做好翕的呢。对啊。哦。比当他内行的。真正。哦，你看嘞无？大家拢伫遮嘞。哦，真正，你看，哎呦。对，迄个位置，那个位置就大家在拍完美的地方。哎，翕起来水呀。水啦。哦，你看者哦，大家拢在抢这个位啦。是安那讲的？注意看。哦，你完美看的东西遮。就是这个镜头，这样照过去，哦啊，就坐在那个位置这样，好，有没有？你这种阿姐呢？好了，我只好避开呢人群呐，啊，往山上走一下哈，啊，有没有啦？不错，哦，哎，马文杰来哦，耶，对面的女孩走过来，啊，看过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哦，哎，你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花，哎，还不一定的啊。啊，由上往下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哦，土地公庙的地卡啦。哦，所以吼，伊家哦，你看本地拢种苏林的，苏林啊，你看伊边拢种槟榔啊，有没有？顶管嘛有呢。对，里面还有的。啊，这边较少人来。哦，所以你也有去到遮的，当时哦，甲行行，规个山片拢有啊。嗯。啊、哦，对不对？要爆开。赞的。哦，这个很厉害的。哦，这麝香木。麝香木。所以伊冻较久啦。哦，伊开起来凶啊，一两个月以上的。嗯嗯。哦，所以冻真久的。哦。而且哈、哦，草岭公路沿路很多地方都有。哦。哎，只是遮较大片。对对。哦，这草岭公路三十公里的所在，哦、这福德宫遐就停车到。车停了就当起来，哦，起来啦！对，你看，哦，很漂亮的，哦，有没有？哇，还有秘境，这个有一个安尼，让你面，哎，哦，啊，但是哈，可以站上去拍也不错，站上去拍，结果我觉得，哎，不行，这还要回头了，哎，哎，那家拍完美照嘛，所以哦，对，就是太满了，对对对，都满开啊，哦，没办法，哦，站站站，哎，对，哦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摄像木匠开个非常的水，对，哦，这个较像咱家己咧行路的角度啊咧，对，啊、哦，你拢免行，你就坐下面就会当看了，你这有影，哎，对，多好啊，哎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这物件当然就是吼、哦，啊，不然就要多一点，不然就只要一颗两颗，哦，对，对哦，形象的角度无同款，哎，对，嗯、来下一张，好。好，而且赶快哦，春天啊，看一点绿色的不错，对吧？酒较好啊，嗯、对不对？来下一张。哦、好啊，这又是另外一种意境。对，这是柯林姐男主角安排，即摆哦上岸去接女主角，准备要接来遮哦过目睹啊。哎，真正，等伊甲看来要坐落去，哇，准备999朵玫瑰耶，好棒哦！我当作你要讲那个女主角嘞，时阵坐一节船我顶落。啊真的吗？哦，哎，就上毒了吧？没有，迄个是上上肥了滴啊。好啦，你也要看花吼，咱过来一个所在啦。日本吼，啊，有一个牧场公园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那里的风景怎么样呢？到底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对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吧？樱花啦，在日本。哦，水个。在霓虹哦，哇，很长哦，伊个规个河边拢是诶，你看，吼、哦，它是走都走不完啦，规排啊，它也是都爆开，哎呦，这样照起来怎麼那么高啊？因为这360度啊，哦，360度哦，短短的了，让你们看一下，樱花真的漂亮。啊，去日本有一个